潮声风声添诗兴，山光水色野流连那、有刀重阳加一节天，我把手怀尽天，开头晴空万里无云，看天上镜方自然，似月线似雪见，有似云中无吹呀风了送，认真写意令人羡，来去任意无感，我要直上清野天，我仿佛似月来仙，再问那间飞野舞，忍啊忍啊言言，全凭手原来是风筝一只线断风前，啊，看它漂泊东西，跌落山岩下面。一只美丽的蝴蝶风筝啊，可是线段漂流落得身沾尘土，看这断线风筝恰似女儿微薄，趁现时诗兴正浓，在这风筝上面提词一阙，都是一番雅事啊，且将女儿身世苦提向风筝寄予天啊。
我方才执到的。是我的。哦，你的。既是姑娘心爱物，归还原主你当然。举手之劳成小事，姑娘不用记心田。咦，相公啊，呢只风筝都唔系我嘅。点解啊？我小姐方才失落嘅风筝，并冇私钱。哦，呢首词是我方才写上去的。哎呀，咁你写咗啲乜嘢呀？姑娘你且放心，代小生念俾你听下。不羡红丝牵一线，扶摇直上遥空，既曾云梦要芳丛，凄向心远转，写影不玲珑。信到黄花还被收，无端轻落泥中，盘掌若质斗西风，命虽同志薄，身肯逐飘蓬。命虽同志薄，身肯逐飘蓬啊。姑娘，你因何伤感起嚟呢？相公啊，我或能解你，
你既是山的世妻呀、啊、娘，却有何妨对我细谈一篇。不作我巢，只因令尊关怀君玉。何须自相怀抱野兽牵？相公啊，你心似关怀，我已经感激不浅咯。夕阳西下，我。
小生张日文，乃文昌人士，现在琴台书院攻读，重游谢宝老师门下。原来是张相公，张相公珍重啊！翠莲姑娘珍重。为不恨啊绵绵，我劫重重，怨气冲啊天，走不得行，越惨啊边，谁？